大概半个月的时间，我的鼻子敏感已经有明显的改善了。在使用这款 GKB Tiger Milk Mushroom 两个疗程过后，我不仅感受到了明显的改善，而且呼吸更加顺畅。自从我敷了 Tiger Milk Mushroom 之后，鼻子就不会那么痒，让我重新享受到呼吸的美好。还有，我的体力和耐力也已经明显的提升。就是这个啦， GKB Tiger Milk Mushroom， 它采用了最新的科学配方，结合了马来西亚天然植物提取的药物和珍贵的草药，也拥有了全马独立的台湾专利成分，流了半年的鼻涕啊，都好了咯。每天坚持使用，不仅可以保护我们的肺部免受有害物质的侵害，还能够增强我们的身体抵抗力，预防疾病的发生。所以呢，真的不要错过这个保障，它就是我维护自己健康的重要武器。